政府公布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，政务司司长和副司长将亲自领导和统筹地区治理，不同经验和专业又熟悉地区事务的人士可以寻各种途径投身区议会，区议会聚焦地区事务，收集和反映民意，为市民提供贴心服务，致力建设美好社区，完善地区治理，建设社区帮到你。